안녕하세요저는셔셔입니다반갑습니다 Hello 大家好我是셔셔那今天很突然我又在上传影片吧因为今天是现在应该我现在录的影片的时间是韩国的12月13号那12月13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 Big Bang 出新歌啦那我现在都还没有看那支 MV 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出了5分钟我还没有看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第一次看这 MV 的 review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感想什么的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看 MV 吧好紧张哦他们在玩那个韩国的传统游戏吧有一种美国style欸就是有点英文的七七的头发怎么了我不是很想讲但它有点像那个 line 的那个图案欸我觉得不过它可以 carry 到啦它可以啦但就有点像果然是基地啊太阳头发永远都这样很 Big Bang Star 为什么要 censor OK 我还蛮喜欢的好可爱想到套名媛就要入伍了我应该没有机会听他们唱这首现场的是完整的因为套入伍了可是他们这次很粉的感觉哎，这是金珠吗 Taesong Taesong 的头发很不像他哎，觉得哎，后面那个字 Taesong台中什么？台中的店吗？文具店耶，还是那是台中的文具店呢？啊，这应该是在那种市场拍的。Sunny One， 对 ，Sunny One。大家有看到吗？就是都有他们名字，那个店。OK， 虽然他没有像那么嗨的歌，但是我觉得 OK。就有一点那种夜店的。果然是 Big Bang 多么希望自己是下面台那他们的那个人对吧好爽哦Era Morigetta Era Morigetta 这首歌我觉得 OK 啦就是我觉得还就是很也没有很 Big Bang 就是跟 Big Bang 以往的风格有一点点不一样吧我自己觉得因为就是没有那种很嗨像 Fantastic Baby 啊或 Bang Bang 之类的它是有点节奏然后可是又不是很就是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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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种很激烈的但是我觉得
还不错，就是也是有走 Big Bang 的风格，然后他们的每个人的造型都是，唉 ，GD 果然是 GD 啦，才能做那个 Line 的那个黄先生嘛之类的。好吧，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Big Bang 的 Ella Morgata 的 review 就到此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桃花变白哟，安哟。哦，对了，趁现在我这里时间还是12月12号嘛，所以我要祝胜利生日快乐，胜利生日祝盖，希望你可以就是在你的演艺圈里面发光发热啦，那我们真的下次再见咯，桃花变白哟，安哟。